喜欢吃什么？看来看去都不知道是什么好了。你说了，这么麻烦，你立立得 chef 了。哦，这样子就是 omakase 啊。Yeah, you're right. 你立立得一定 omakase。OK, OK。在选择吃 omakase， 我一直觉得是最重要是要信任那个厨师。嗯。坦白讲，如果我不是来这个 restaurant 吃很多次，你不知道这个 chef 有多好的厨艺，或是他有多给力，是不会吃我们感谢的。有道理。嗯。第二是，当然他的 restaurant， 嗯，我觉得不应该是那种连锁店。当你是连锁店的话，它很难有很新鲜的一些食材。对。包括那些像看你吃的这些 vegetable 也好啊，它的竹笋也好，都是这个 season 的很新鲜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些点，我们才选择吃我们感谢。我觉得这个是你对厨师的好信任，同埋有时我哋食，这个叫放题，我哋香港叫放题。点解会食这个呢？就是我哋唔知道，而家我哋嗌呢样嘢哦，系唔系佢最新鲜嘅材料？而家我哋食嘅嘢，肯定系佢最新鲜嘅材料，而家佢嚟嘅，所以我觉得好放心。我补充，应该是那个时针，是当时的春天啊、夏天，它那时最丰富或是最新鲜的一个材料。嗯。你吃了之后，你觉得味道 ？You follow the season, whatever it comes, yeah. So you get the best of the dish. You try it. Yeah, what this dish we have the potato, asparagus, and the yuchin. I think the sauce is like a soya sauce. Actually, it's very clean, and you blend very well together. 我觉得佢嘅 potato 配合佢嘅味道非常好。佢做到嗰个 potato 好腍，同埋。那个芦笋同个布地都的配合不错。其实吃 omakase 是有一点挑战性的。其实 你一直不知道他会给你什么东西吃，真的真的。对。像我们选择做 counter seat， 你看他一边做，你们一边吃，你同时可以欣赏他的厨艺。At least 都睇到佢煮紧咩。你可以看到，还好啦，还好。你看。我呢个笋啊，因为佢配合佢个酱汁哦，个笋好新鲜，佢个酱汁配合呢个笋，有个味带起上嚟，更加鲜味。我觉得呢个笋唔错，好食。This one is cooked is wrapped by the sakura leaf. 嗯 ，and the way they steam it is very soft, but it's not mushy, very nice. And I can taste this gravy is like the ginger sauce and a little bit of the soy sauce. 嗯。Very well, Ben. 日本人好中意食，米啊，佢个米好黏，所以整到佢每一样嘢啊，加分好多喺佢个米嗰度。其实呢个都整得唔错，做得不错，那个味道，它的配搭，对 ，Chef， 哦 ，Good job。厨师真系做到好似艺术品咁喎。我真的不是很捨得吃的 Ashley，Ashley，好。对，我流下口水。我在日本吃的时候，很少放wasabi的，因为我第一口吃的时候，我想品尝它的那个新鲜度。我吃过sashimi，你相信吗？它是那个鱼头还在动。我有 video 作证，那是我 send 给我的朋友，每个人打一下吓死他，鱼头在动。那个sashimi在这边。哇，那种真的叫新鲜。真的，我没有放wasabi，我是直接这样吃，放点一点点 sauce， 哇，一流，真的是一流。I can't imagine, and I still prefer my this kind of style. I was told this white fish must always go with this citrus. If go very well, well this must you can either have this or this. Whereas these two is up to you.But I can say that it's still best to go with this sauce. I'm also muttering because I'm munching. 如果你这样叫我比较，它的新鲜度不会逊色在我吃的日本那个新鲜度。据我所知，我也问过 chef， 他是他们一个星期最少来三次。所以他的东西应该还保持那个新鲜度。真的新鲜。好新鲜哦。因为刚才我还没有，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做什么。只是这边一直偷看他现在在做的东西，都很明显的，这是吃sashimi。我就在回味那时吃那种
感觉啊，跟那个味道，嗯、真的是一流，很新鲜，真的。我啱啱喺日本翻嚟，厨师真系可以做到呢一盘菜，好似而家日本嘅春天嘅感觉，你哋感觉到吗？嗯，我呢个就系我哋喺日本食嘅 spring 嘅 vegetable。哦，点啊？好食吗？好食。其实我喺日本，我好中意食佢嘅小菜，点解呢？佢嘅小菜入面一定系将佢嘅 vegetable 腌咗先，腌到佢酸酸地，然后再加啲 crack 喺上面。啱啱好食咗落去哦，你会开胃啲，然后再食个主菜，真系好靓，好食。诶，新你觉得好食吗？嗯，好忙嘅。This mushroom with the sweet and this egg sauce. 嗯 ，I don't know how to describe it. Until I can't stop eating to tell you more about this. It's so delicious. The mushroom have been fried and grilled, but it's not dry, you know. It's still very moisture and tender. Look at the fish. Oh, look at this mushroom.So well done. 嗯，他们很创意哦，他用那个蛋做成一个 sauce， 配搭在那个鱼。我觉得佢好系因为佢嘅甜味同埋嗰个咸味配搭得好好，用鸡蛋嚟做个 sauce 好特别。我们要 try 那个 potato 鱼干。嗯 ，OK。很新鲜，很新鲜，你 try 一下。OK。咋吹？系喎，真系好新鲜啊，好食啊。那口感啊。嗯。potato 鱼干是这个。I don't feel okay, please, okay, shut up. 你们还没有吃之前，要告诉你们，这个不是 lobster 来的。嗯。这个日本叫 isab。嗯。是 prawn 的那一个类型。嗯。说不定你们吃，告诉我这个是 lobster 就会有一点不好意思。这个是 isab。这个 isab 哦，它肉比较嫩一点。嗯，不过好像 lobster 有时候我觉得 lobster 会比较硬一点。讲你的牛肉好吃吗？你没有，因为我没有出生，就是好吃啦 ，it's nice 啊。Very rare， tenderloin cooked by teppanyaki， but the way the chef done it is very well， and even give me three types of sauce， the barbecue， wasabi， and the citrus。I still prefer the citrus because have a pinch of a bit of sour taste， I like it。好吃哦。嗯 ，You look at my expression。我帮你放，你知道吗？你这个是放假，不是放你。Let busy body know you. You mind your business 啦。我怕你忘记发。哇 ，My miso soup 啊。在日本吃乌冬面，很多时候它是放 miso soup 的，然后吃的时候一定要有声音。真的吗？真的、啊，那是面里面没有，这个他的汤汤水好吗？你先给我看，让我看一下怎么做。你可以用那个金针菇吗？哦、你做给他看。哎，我不可以。我要汤真的好喝。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柚子这个苦手。它是 green pepper 柚的，这个是拿来点那些料。这个是什么？我要考虑。来吃 citrus，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要来吃那个饭的哦。阿里嘎多，阿里嘎多，阿里嘎多，阿里嘎多。Go back， it's always right side。阿里嘎多。Yes。哇，那个饭很香哎，有我们香港人很喜欢的虾米。海蛎，你知道海蛎是什么吗？baby 虾 ，You're talking about dry prawn。其实这餐有一个好处是，你吃什么你都不知道。比如他来米寿寿，也不知道里面他汤里面有什么。对，哇、啊，这个就特别了。嗯，他的饭那个 fish meat。我今天的这个有惊喜，真的不错。惊喜在哪里？哇，第一次我一次吃都不知道吃什么。那个 dry prawn， 他的饭啊，真的很好吃，因为他的那个 dry prawn 哦，弄到整个饭。那种香味很重，不过它也不会很咸。But you have 不错 ，You have a great pot to talk。别再换位置啊，因为他在讲华语，讲英文嘛，现在你们可以沟通，不用我在中间。要不要换位置？华语跟英文也不能沟通吗？ Yeah. 也不是一样啊。Come on, we can multi-link all kind of languages on. Must eat like that one, you know. By the way, Moon, in a gobble like that. You try.你穿哇 It's orange, is it? Orange, 你都不懂、
I'm asking a question. Is it orange? 我这不是 orange 来的，真的不是 orange 做 orange 啊？啊，这个叫 deco bun。真的？日本娃？这个不叫 orange， 你叫 orange。你看我今天，你看我。deco bun， 为什么叫 deco bun？ deco bun 是日文的嘛？但是 orange 啊，顶。玩嘢 ，What's inside? What do you see? Strawberry， 我觉得日本的 strawberry 很甜，它不会很酸。嗯、还有一个不酸咧，比起其他嘅冇咁酸咯、啊，即系都系酸啊。strawberry 系酸我玩啊，就头先你话冇咁酸，我咪顶粒食咗佢。人哋 orange， 仲有佢个 melon 啊！我啱啱喺日本翻嚟哦，我见到佢个 melon， 你知一粒几多钱啊？你猜下。你是我们两个讲话。Expensive one or the cheap one？ 哎 ，Edison 啊 ，Edison， 他不敢看我们。为什么？他怕被气啊？他怕笑，所以每次他吃自己不敢跟我讲啊，我住远景啊。讲废话。哎，我没有讲哎，这个你知道在日本哦多少钱一粒吗？10块，100多块新币一粒，你醉了吗？真的，没有骗你，真的，很好吃。